乡亲，大伯伯，大家好！在今日足欢喜的，在2009年中秋节进行暗暝，在咱前国七顾问黄坤浩先生的公馆来举行古厝中秋节的音乐暗会。在今日这个暗会实在是足欢喜，咱现场有真侪的贵宾来到现场，他都还阁看到贵宾来接受媒体访问嘞。当时今年参会去同款，我那有足侪乡亲，拢特别来到这个所在，要来听今仔日精彩的音乐暗会。当然，在今仔日的节目是真精彩的，真有国际水准哦。因为伫个漳客联合报还阁看到一个报道，伊是足娱乐咱今仔日所举办的这个古厝的中秋节的音乐会。伊讲咱这个音乐会水准吼，即卖已经是全国十大音乐会之一了，所以会当讲是一级棒的一个音乐会。在今日，大家会当来到这个公馆，黄坤浩先生的公馆来听这个音乐会，也是会当讲是大家福气。当然呢，大家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今日的现场。啊，今日天气足好诶，天公伯啊实在是足好咱好面子诶。所以在今日呢，大家会当用上欢喜的心情来欣赏着今日的音乐会。当然，在今日呢，咱当然是除了是主人。真热心来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今仔日的美丽音乐。当然，伫现场我来邀请到真侪贵宾，咱大家为大家一一来介绍。咱首先呢，来看到今仔日贵宾，台南馆长苏焕智、苏馆长先生夫人，伫今仔日拢来到现场。值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陈董事长。前中共董事长桂炎铎，桂董事长。新信光兴业电机有限公司吴有限吴董事长。咱今日贵宾足侪吼，各有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蔡东营、蔡立伟。基碧集团创办人柯文良，柯董事长。听讲柯董事长稍等一下，我那会有精彩的表演哈，所以大家会当来期待一下哈。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蔡主席。台南市市长柯天才，市长先生夫人。咱即摆新妇人代表，高雄市副市长李英迪副市长，前总统府秘书长陈东山先生，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先生夫人。前行政院长尤锡坤先生夫人也来到现场。哇，咱前任两队的行政院长都来到现场吼，还有元大金矿董事长颜庆忠先生夫人也伫现场。前主席代表柯世凯先生夫人。台湾社社长柯秋明先生夫人，前国术馆馆长张延宪先生夫人，还有真侪贵宾哈，咱可能伫个路宁也未来到现场，咱圣诞节哪有来，我来一一为大家来介绍。当时伫今仔日，我那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大家讲哈，就是你敢知影，咱这个黄公馆的古厝，即马已经是变成了台南县县定的古迹之一了。所以伫遮，实在是真特别哈，大家定有是来到这个古迹的所在，来欣赏着现代的音乐。所以今仔日这个晚会实在是东方参西方的流行，也够有现代参古典的结合。所以实在是真有意义哈，所以咱邀请到咱今仔日的主人黄坤浩先生来为大家讲几句话。
咱非常美丽一个主持人。如果咱主持人有介绍一挂贵宾，但是事实今日来伫这个所在，拢是贵宾啊咧。大家拍鼓啊，互相拍鼓啊，吼、哦，拢是今日来参加今日这个音乐会一个贵宾。那么首先我伫只爱表示非常的感谢，各位今日真侪对远道来参加今日这个音乐会啊咧。感谢您的参加，也感谢您的支持，也才有法度踏入今年是第十二年的中州古厝的音乐会。那么，昨有一个记者伫甲我问，问讲，因大家拢叫我会长啦吼，讲会长你是有啥物心愿，还是有啥物特别的目标，还是你心内有家己定一个？即、这个我应该安尼做，迄、那个意义伫底啊呢？你甲我问即个问题，要若无你安尼，我看你安尼，逐年都办十二年安尼。事实我甲各位报告，我干那一项尔，一项讲伫即个所在伫办音乐会，这是古厝。要古厝即个所在办音乐会，咱着了解讲，咱的祖先一路是安那行来，在即块土地是安那打拼来。所以，我伫遮办这個音乐会啊，一方面也予大家了解讲咱的祖先的打拼迄个精神；一方面，咱会当搁较爱这块土地，搁较疼这块土地。应该咱嘛爱搁为这块土地搁来打拼呢。这是我第一个心愿，第二个我想讲办这个音乐会，予我心内这个力量是。根据这点啊呢，那么这个中秋呢，选伫这个中秋暝，伫举行这個音乐会。中秋是表示讲月亮上光，也上圆，也上圆满。所以伫这個心灵上，心灵也毋是讲心灵的改革，心灵的净化，咱有搁较侪爱，搁较侪包容，搁较大的包容，也互相。以及多数的顶官，咱互相来照顾、来关心、来疼痛，差不多是这两种的意义安尼。所以，我嘛安尼讲，哎呀，我十二档安尼办，是毋是有照我的心愿安尼？我实在有感觉，有感觉确确实实，真济人中秋还袂到，伊就伫讲讲咱遮已经有一个中秋音乐会，因真爱来参加。我想，因真爱来参加的意思，就是讲真爱来享受，伫遮所感受迄个感觉，真好，真美丽，也真温暖。这个所在对因讲起真好安尼。那么，这啊一步一脚印，经过十二年啊，我感谢各位再一次搁个大家对各位啊，对这个音乐会支持啊，表示十二万分的谢意安尼。那么今年呢，都莫拉克台风来引起真大的这个灾害，咱台湾一寡所在受到足大的损害，也遐一嘛一寡咱的家己台湾人，咱的人受到足大的灾难安尼。而且中间呢，互咱国家会感受到讲啊，发生这个灾难遮大，咱应该都爱个。更加照顾这块土地，对这些受灾难这些人，咱嘛爱心真疼。不过，我真感动，这回救灾啊，真侪人安尼亲身去救这片，像咱台湾基金会救这片，车甲车袂离安尼。这个同胞爱，这真大家真互相疼痛，这个爱心嘛，予咱真感动，也嘛予咱对这个过去。好事的一代志，得到真大安慰安尼。那么今仔日咱伫遮，虽然伫举行这个真美满、真水的这个音乐会啊，我很想讲，咱应该在这个所在，嘛是爱国家，想着讲咱八月七八迄个大灾难，所以我过时啊，
我想我要邀请咱的郭俊明牧师来做一个祈祷安尼。最后，我祝福咱大家家庭美满，身体健康。多谢各位，多谢。多谢。多谢今高秋高文的讲话哈，无唔对啊，咱即马原来爱有对事的心情，所以稍等一下，咱来请高牧师带大家做伙来祈祷。不过虽然是对事之外，咱上重要的代志也是必须爱向前行，因为咱向前行、向前来拍拼，咱都有向前即个前进的即个努力参目标，咱未来才会愈来愈好。后来想到咱的台南县到底是有偌进步？咱伫2001年的时阵，你敢知影当时咱的台南县总这个盈利事业，也就是总公司吼，每一间公司所赚的钱差不多是7000多亿尔。不过到即马2008年，已经是增加到1兆6000多亿了。所以即马成长率定位是123%，这是占全国第一的。所以等于讲，咱台南县人大概是愈来愈趁钱，即伫个县长、苏县长的带领之下吼，大家日子过了是愈来愈好。顶今仔日即个活动呢，其实是伫个参台南县政府做伙来合办的，所以我呢后来想着讲，台南县政府即马除了是推展咱即种田园城市的风格，我拿来推展一个音乐的文化，会当讲是推展了足好诶。所以咱即马就邀请到咱台南县的大家长、苏县长来为大家讲话，苏县长。台南县市即马要合并啊吼，所以咱相信咱台南以后会愈来愈好。谢谢在座各位啊，来自全国各地爱台湾的各位先进好朋友啊，大家中秋快乐，大家好。在这个所在举办这个音乐会，今年第12届，中间经历过921大地震，啊，迄当然无办。去年经历过强烈的秋台新乐克台风，所以去年嘛无办。那么这个中间除了拄着这两届天灾以外，连续12届，那么台南县政府呢，实在是非常的光荣，有机会呢，啊，甲咱国秋国文群老师呢，啊，做伙来啊办这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咱嘛真感谢啊，对咱的老县长，咱的前的陈东山县长的时代就开始吼，咱来个拍拍啊一下吼。那么，伫这个活动内底，伫这个古厝内底，有咱浓浓的故乡的感情，也有咱真深的台湾的感情。但是看到过去一冬外来，确实予咱心内无限的恐慌。过去达赖喇嘛来台湾，是列为国宾啊，上宾。即马达赖喇嘛来台湾，非常的艰苦，啊，受到各种的踢脚。那么最近热比亚可能要来参访台湾，那么去用动作，伊是暴力集团，伊是恐怖分子。台湾即马呢，予咱非常的惊吓，但是咱真欢喜。也阁有咱在座各位即个前辈呢，徛伫即个所在，非常坚定来守护即个土地、民主、自由。那么用全身躯的力量，那么伫即个所在要来守护咱的故乡。尤其呢，我特别要甲大家报告一个秘密。咱今仔日个主人家坤老先生呢，其实伊伫几个月前经历过一场非常会使讲辛苦的一个手术。那么伫病院呢，
啊，待个外月时间，但是伊拢唔敢互知吼。但是咱拄则看到伊呢，完全看袂出来，又伫这段时间经历过一个生命交关的奋斗吼。所以咱伫遮是毋是用一个热烈掌声，甲咱爱台湾的勇者，咱的群老先呢一个热烈的掌声，甲伊鼓励一下。虽然经历过甲生命奋斗的这个过程，但是你看伊拄只，伊咧讲话，伊的精神一点啊呢，都无迄种感觉，因为爱台湾呢已经超越一切。我想，台湾就是代表一个高品质的水准，台湾是代表一个全世界十二亿的人口。无人权、无民主、无自由，一个愿望。伫这个所在，咱看到经历过一冬将近要冬半的时间，真侪人开始对台湾无信心，互咱烦恼。但是呢，咱伫这个所在，咱也想着讲。全世界也有一个所在，虽然伊的经济在进步，虽然伊科技在进步，但是也有将近13亿的人是无人权。13亿人，伊的生命完全无受到尊重，伊无自由，无民主。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咱得扮演到一个会当，和这12亿、13亿的人。看到愿望，看到自由、民主的一个希望的光，希望的光呢，就是伫台湾这个所在，就是伫这个所在坚定地守护台湾这个土地。在座各位先进，你就是全世界希望的光，对不对？所以，而且呢，咱聚集伫这个所在，除了在一处呢。向各位多年来为台湾在打拼表示最大的敬意以外，咱也希望咱大家继续有信心，全世界的希望在台湾这个土地，咱家己更加应该要有信心，继续为台湾在打拼，安尼好不？谢谢。刚刚呢，今仔日伫前，今仔日即场音乐会，除了是爱向前看，除了是爱向前看，除了是爱表达对事，咱对进前爸爸水灾的不幸事件，大家我呐都爱继续爱积极继续对事。所以伫今仔日呢，我呐要表达咱的心情。咱即马感谢邀请郭牧师，咱就台来为大家做会祈祷。好，咱出人家要求大家个时阵要站起来，来表达咱哀思的心情。敬爱的兄弟姐妹、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啊，咱的信仰虽然无相款，总是咱听台湾、台湾心、台湾情，咱相相款。所以咱即马。三甲来困求精神保佑台湾，安尼甘好。创造宇宙万米甲阮人类的精神，这个时阵阮有听起强烈的风台要来台湾的这个消息，犹久多谢你，予阮几若百个有台湾心、台湾情的人。三甲组织，伫这杨坤豪先生、黄坤豪先生也歌词，伫这要参与中秋节的音乐会，就主力甲我按三甲地点。总是这时阵，阮特别少年，伫这水灾中间，失了父母，失了兄弟姐妹，失了亲人朋友，这艰苦的人，求你拭去因每一个人的目屎。予因伫这苦难的中间，犹阁对你得到新的气力，来重建因的家园。阮也知影，
有的人出钱，有的人出力，有青年人伫今下暗游园，五十个人、一百个人、几啊百个人，到伫这灾区，伫遐用贴心的勉励、安慰、鼓励，才受灾难的人，求助你也甲因三甲地带，阮也少念台湾，济济人失业。这些人在那个经济困难的中间，这些人在那个很物质的政治环境的中间，在这里我们看见中共要用他们的武力，要用他们的统战，要用他们的阴谋来并吞台湾，在台湾要马政权和这些政客要出卖台湾，总是在这个危机的中间求你帮助，让我们有知识，让我们有勇气，用和平的方法来建设台湾，建造一个真善美、信望爱的国家，来祝福台湾2300万的乡亲。求你这个时阵，也甲我每一个人三合一的，让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款的困难、艰苦、迫害，也无失志，勇敢来进争。来建设一个美丽的台湾，这个是哪亲像无可能，总是求助你，予阮会当有对你来的智慧、毅力，来予这个无可能变作可能，来予这个混乱的台湾变作有特殊、充满仁爱、正义、真理的一个国家，来贡献伫人类。愿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感谢高牧师，也请大家坐下来。祈祷是发生力量的，是大家用心来祈祷，上天都会听到。那也记得去年第一中秋节要来。举行音乐会时阵，那发生了新乐克洪灾。伫去年，咱的音乐会临时来取消，真侪人拢感觉足可惜的。结果伫今年，可能上天我也听到咱的祈祷。伫今仔日来看，天气这么好，洪灾若要来，嘛要较晚才来。所以希望讲，大家当用这种的心情来祈祷，来表达着咱信心的力量。同时呢，我也希望讲咧，爸爸水灾这种的惨案，卖搁再发生。所以伫今仔日。咱头一个节目，就由新音合唱团为大家来唱圣歌，来表达咱对主的心情、参祈祷的心情，请继续欣赏。
咱讲到陈中生陈副教授哈，伊的经历会当讲是我那真杰出的一个人才哈。伊即马是台南艺术大学音乐系副教授，并且咧伊捌得过金鼎奖唱片的最佳演奏，并且伫个1992年的时阵，捌得过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伫个1998年的时阵，捌得过中兴文艺奖的音乐奖，所以实在是多才多艺。啊，秀丹姐，你看到伊烟草的箫吼，你就会感觉这实在是不得了，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箫哦，烟箫好大只哦，人讲有多长，一共有8尺，一共这是全世界上长的箫。啊，你看我外观，我差不多一公，我差不多5尺尔。哎，伊的箫有8尺哦。啊，伊讲伊要用伊的箫来做甚物款的烟草咧？伊要烟草一条曲或者剧组引。讲伊要分出吼，伫个森林原野自然的感觉，互你会当听到风声，互你会当听到鸟仔声，互你会当听到一挂动物的声音。毋过吼，迄个小因为小大，所以无法度家己一个人演奏，伊阁请伊合声来甲斗相共。所以吼，咱来看小丹一个，伊安怎用伊一个全世界上长的箫来演奏出上无共款的箫的曲。咱来邀请到陈中生、陈中生、陈副教授出场演奏。
家哈，观众朋友听邓老师的演奏时阵，拢听甲感觉足趣味的哈，实在是足笑亏哈。啊，不过咱知影讲，你后一首下一首曲子是台湾一个真有名作曲家萧泰然先生特别为你所作的歌曲。啊，到底为什么有什么款的因缘，是安怎伊特别为你来做这个曲嘞？这条曲叫做《萧中萧》啊，第二萧是萧先生的萧，萧教授的萧。啊，中就是我这里中，啊，萧就是你本那支萧，这两支萧无共，一个草头，一个竹头，萧中萧，这是当初是伊替我写的一条曲，啊，才号这个名吼。啊，是安那有啥物因缘来替我写这条曲吼？就像有一届吼，我伫咧聚会的时阵吼，啊，伫咧食饭吼，啊，拄啊来做有一个。你知啥物叫做美琴？才是小美琴啊，毋是我袂记得哈。啊，讲哇，你这美琴就是一定学音乐的哈、哦，美丽的琴啊，琴啊，琴就是乐器的代表嘛，啥物钢琴、古琴啊，啥物铁琴、木琴哦，安尼。结果因男朋友讲，嘿，我嘛是啊。我讲啊，你是啥？伊讲我是好戏开锣，看我姓罗，我伊嘛是乐器啦，吼、哦。啊，这个时阵大家都。我过头看这个萧泰然，萧泰然教授，大家看讲，伊讲看啥？看无哟，我是一支箫，啊，一个讲一支箫。大家我过头看我啦，我啊你陈中心，你甲音乐无关系啊吧？我讲后者无诶，您注意听哦，我姓陈，陈雷公的陈，恁跩家己若袂陈吼，拢无效。哎，结果有一个人就讲，晓啊晓啊晓啊，这支箫吼，那互伊弹吼，哦，一定足好诶。啊，就是安尼，就是意思就讲，大家就请萧泰然教授为我写一条箫诶曲，啊，就是这个音缘吼。所以两年后，萧泰然教授就替我写一条《萧中萧》，哎，名阁特别好，这个名吼，萧泰然。为咱重新写的萧的曲《萧中萧》，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奏这条《萧中萧》，谢谢。好，谢谢，咱们这回来欣赏。Thank you.
Oh.
唱一个大家听话啊！啊，将这条歌献予将台湾当作家己故乡的台湾人。讲到伊吼，伊的学经历实在是不得了。不过，咱要邀请另外一个贵宾来给伊做介绍，因为上主要哈是陈水扁这个大师，伊常常去伫个国外巡回演奏。然后，伊到日本的时阵，所以当时伫个日本驻日代表柯世凯夫人罗千惠女士。因阿公婆两个人呢，有来参加活动，所以因才有熟悉。两个伫个日本吼，为着咱台湾的音乐向外推展，来做国宾外交来拍拼，所以呢，会当讲互相真了解。所以咱即摆就请到罗千惠女士来为大家介绍。大家好，啊，大家举头看咱的月娘，看卖咧好无？这么水的月娘的下面。啊，搁伫遮尔啊安详的黄家的古厝，啊，搁伫正大家听台湾的心
台湾人的中间，我会当了解这位陈水扁先生，我感觉真正欢喜。我第一遍听到伊的演奏，是伫日本啊，2007年11月时，伫日本一个真出名叫做 Kyoi 音乐厅的所在，是日本政府请真济啊。大使夫人，啊，也有真济啊，日本的啊贵族、古早啊啊皇族吼，也是讲真出名的啊人来参加一个慈善音乐会。啊，陈水扁先生就是迄日的啊主演者，我伫遐看到伊的名，也看到伊是出世伫台湾台南。哦，我感觉真正欢喜，伊弹了真正好。我伫休困的时，出去外口的时，真侪大使夫人甲我讲：“哦 ，He is great, Mr. Chen is great。”伊为着台湾争光吼，啊，我真正欢喜。啊，阮伫迄个音乐会了后，阮有去到后壁。甲陈水扁先生说多些，啊，也甲伊鼓励，也传达真济人对伊的懊恼。我看到伊规身躯是汗，毋是讲干那内底衫领那点，礼服规个拢是淡绿咯。伊的弹琴，咱较惯来听都知影，伊13岁就出国去到的维也纳。伊五岁时，伊的爸爸买一台钢琴给伊。伫五岁时，伊就是会晓听琴，就会晓弹。啊，伫10岁时，伊就去到伫台北市立啊交响乐团做会演奏。12岁得到啊教育部自由班的留学生的考试通过。13岁就去到伫维也纳，伫遐伊个阿姐带伊去考试。伫200几个人个中间，迄个维也纳个音乐学院考10个。伊讲伊看到大家拢比伊较大汉，啊，德语伊嘛袂晓，但是考10个中间，伊去互考着。伊感谢上帝。伊讲，但是伊知影讲，这是干那开始尔，伊爱搁努力，爱搁尽伊的力量来达成伊的啊愿望。伊的理想肯定真悬，伫维也纳，咱个国家无予伊甚物奖学金，也是讲予伊真大个帮忙。伊就是真欠长内多吼，台湾话讲欠长内多，伫遐过日子。13岁囡仔，伊个阿姐专咧解找一间厝，啊，就转来到台湾。伊家己一个人伫遐拍拼，伊讲一日定8点钟的时间，家己练琴。伊找厝，厝边的人说联合，叫伊就爱出去，讲足差的，一日学一段8点钟的琴吼，真正艰苦，伊无法度就出去。我去找一间嘛是，我无法度，无外久，就阁去互赶出去。啊，伊到尾啊，我去找伫一间老阿厝上顶面站，伊伫遐讲尽心吼，尽心尽性伫遐弹琴。啊，16岁，伊就去到啊去参加 Rachmaninoff 的音乐比赛。世界有3个大个迄落音乐比赛，就是 Chopin、Rachmaninoff、Bellini 的啊 concours 吼，伊这3项伊拢得一定个。我知影伫日本有一位吼叫做 Nakamura Hiroko， 伊是 Chopin 上高段个啊一个女性，真正出名。伊讲伊初选得到啊入定。哦，伊常常都讲，伊初选入去，伊都讲啊足欢喜个。但是咱这位陈水扁先生，伊就是 Rachmaninoff 的比赛，伊
第一遍十六岁参加，都摕到银牌。啊，了后就是啊，小班康库尔伊嘛摕第一名，啊，十八项音乐奖伊拢摕到。我感觉台湾有这款的宝贝，但是拢无人知影，啊，是真少人知影。我感觉真正无彩吼，啊，今仔日我会当小解。啊，陈水扁先生来到伫这个所在，要甲大家三甲分享，我感觉真正欢喜。我想讲，伊是咱这个昏昏暗暗，这个台湾社会的一粒星。伊照台湾，伊要让台湾变作一个真和谐的一个社会。我真感谢啊，黄坤和先生有邀请伊来到伫这个所在。跟大家会当分享，多谢。所以，伫罗律师的介绍，接下来就咱知影讲，伫个心肝内的一个心目中，吼，这个陈水扁先生是台湾之光，所以咱看，今麦就先邀请陈水扁先生出来，来唱大家讲几句话。啊，我想，伫只罗律师是上欢喜看到你的。因为同大家讲几句话，顺便介绍你，稍等一下要来弹奏的歌曲。是，欢迎到这里，多谢。大家贵宾吼，大家好，我今日吼真足欢喜有这个机会吼。要哪讲？当然讲，甲大家做伙来过这个中秋啦吼。因为我可能刚我出国了，到即马敢若，佫毋捌伫台湾过个中秋吼，啊佫尤其是伫这个所在台南吼，台南县我细从细汉大汉的所在。啊，今仔日吼，因为我伫迄个。维也纳吼，奥地利遐吼，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啊，我想我伫个中秋即、這个暗时啊内底吼，第一条歌就是有一个迄个作曲家叫做舒伯特吼。我想伊的歌应该大家拢最熟悉。啊，伊今仔日我要演奏这条歌是舒伯特小夜曲吼，这就是伊是对奥地利来的一个迄、那个吼，出生伫奥地利的一个音乐家，真出名的一个音乐家。啊，即马过来第二首是迄、那个，一个波兰的迄个作曲家吼，叫做肖邦吼。这首歌就是，这首歌是一个真，可能我先讲啦吼，这条歌是伫我记得我八一年的时阵，我去维也纳时阵，拄啊好波兰共产党吼，特别迄个倒落的时阵，啊，所以规个波兰来，规个国家拢咧放这条歌。我想这条歌是对因波兰来讲是一个。真有一个代表性吼，伊就是讲有真抒情啊嘛，真浪漫啊嘛，真激动的所在，真戏剧化，就是讲伊代表迄阵吼，大家嘛知影讲肖邦是一个迄、那个真爱国的一个迄个作曲家吼，伊就是少年时阵，我那去到法国了，就拢无法度阁等于波兰啦，所以伊只个歌拢是伫外国写吼，到尾啊伊过身了，伊讲伊较请人家伊的心中吼。吼，稳当伊迄个吼花洒藏安尼，啊，所以呢，我想用这两首吼的精神吼来今仔日甲大家做伙分享，多谢。好，多谢，好，咱期待。